来到科莫的这边的一个山，很漂亮，但是因为离米兰太近了，所以人好多啊。秋天真的是一个好天气，不冷不热，大自然的颜色又多，好多骑行的人，看那边。看这个小飞机的停机台，停机平台，好可爱哦。So cute. 哇哦 ，so good. 今天我们爬的这个地方在科莫湖旁边，第一个点叫阿贝斯贝索拉。这里可以远远的看到雪山，看能不能放大，可以在那边，但相当远了。这好像被弃用的一个缆车，不知道多少年了，我觉得这个还挺可惜的。是，因为这样就浪费了。也不能维护。对，另外这一侧应该是中间的支架。那按理说有一个地方应该是新建的缆车，难道是废弃了就再也不用了？而且这边这个路线也没有缆车。是，看一个超级奇怪的小蘑菇，我本来以为它是栗子，然后这样一拽没拽出来，然后看它这下面有杆子，你看这一颗那一颗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毒。哎，刚刚看到很多人在捡蘑菇，不知道捡的是哪一种。刚才我们给别人指那个蘑菇，人家就说留给动物吧，我估计这个也是，看样子就不能吃。看样子就不能吃。看一个好大的蘑菇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吃。你看。相当大，有巴掌那么大。对，后面还有个更大的 ，Let's go， 比我手还大，看到吗？哇，好大的！然后被谁吃了一口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毒蘑菇。这样子有点像毒蘑菇。对啊。超级大。看，这个又是一个什么菇？超级奇怪的，但是我也不敢碰，因为也不知道是不是，一小小的一颗。这好像是个栗子，我们看一下好了。是的。哇，是个栗子，要不要剪尝一颗看它能不能吃？算了吧，我不太确定能不能使用，都是青的。哎、我但是，哎呦呦，哎过一过，这个栗子应该是没怎么熟。是一个还没怎么熟的栗子。对啊，壳还是这样，肯定不能吃。拜拜 ，see you。这里又看到好多蘑菇，有些是藏在这个草丛里，大小不一。我觉得那些人应该挖的就是这个蘑菇，应该是可以吃的。看那里还有一个。我如果再遇到那个人，我会问一下。好啊。看看，那这里还有一个，然后中间还有一些蘑菇是感觉都枯了。路边又发现红色的，对，也掉到地上了，红色的一小果子，这好奇特呀！这是一小野山羊都可以吃的，这个对，因为我看他们的粑粑里边都是一些没消化的。对的，给大家看一下地上啊，
有好多。好。好。养狗的好处就是爬山爬不动，还可以帮拉上去。某个玩无人机的小孩，为了无人机跟着他，他从这个地方起飞台跑到了那个山顶上，估计呀、啊，风有点大，不敢飞太高。Thank you.
应该就是 San Primo， 就是科莫这边的最高峰吧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。